大家好，我是南国，今仔我们来赏一个。感觉促进血液循环很好哎、欸，整个都爆汗了。建议进来做汗蒸的时间大概四五十分钟。这个刮起来感觉很舒服哎、欸。红光的部分就是在刺激，有一点黑黑的那个暗沉都不见了。今天来这个地方很不错的感觉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南国。好，你好，欢迎你们。我们这边汗蒸前呢、啊，需要先做淋浴的动作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我们氨基酸的洗脸霜，它的保湿修复度非常好，让你们先清洁脸部用的。真功目前在台南市有四间门市，现在在这个位置是聪明店。现在我们要稍微清理一下，然后要换上汗蒸服，等一下要先去汗蒸。来，我们这边汗蒸呢、啊，我们主要是透过医疗级的远红外线来排深层汗。这种深层汗啊，待会你们会感受一下，是完全不会黏也不会臭的。你不觉得换上这身衣服之后都放松了起来？今天整个就是地方妈妈的放松行程。那我们右手边这边啊，它是 K Spa 美容区，然后它是针对脸部保养、耳足放松，还有油压按摩。然后像这样子的专业课程啊，搭配汗蒸的效果都很好。稍后啊，在蒸发里面会流很多汗，一定要随时注意补充水分。好，这水很特别吗？对，它是清水，基本上、啊、喝起来会是甘甜顺口的。如果你喝起来会觉得苦苦啊、涩涩或是酸酸的，可能都要注意是不是身体太过劳累哦。这个喝起来都活了起来。跟榻榻米都是我们的公共休息区，但可以从蒸房里面出来啊，身体还是会持续的出汗，所以会请你到更衣室换一套新的汗蒸服，再到这里做休息哦。这边是女生专属休息室，如果各位有想要 VIP 室的话，这边就提供，然后女生也有独立的，那这个是男女共用，进来之后温度就不一样了。对，没错。我们都是将它维持在42到44度，它就是让我们在这个空间啊，就是借由排汗，就是帮助我们身体促进新陈代谢。对，跟运动完流出来的汗很不一样。这个是褶石，就躺上去有点温热的感觉，还蛮舒服的。这个是远红外线，这是喜马拉雅岩砖，可以先不要躺枕头，让这个电气室可以温暖到脖子这边，温热这边还蛮舒服的，这平时温热不到。有需要这么近吗？这毛细孔你看，杂质都出来了，你看。这个只要汗蒸一下就非常有感，这边的热力学专利系数真的非常的厉害，让整个血液循环畅通，有没有什么感觉？哦，很舒服啊，而且排汗真的不会臭啊。对，你现在脸很红哎。对呀、啊，因为血液循环变好了。天生丽质。啊，谢谢你。人家做汗蒸木也可以养颜美容。是啊，所以韩国人都做汗蒸木哦。那等一下要做如镜，应该也会蛮放松的。应该。需要老公先帮您预约一下吗？好啊，没问题。我们都会建议客人可以戴面膜，可以自己敷脸，在休息区的时候吃着我们的茶点敷脸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其实也可以让我们来帮你们敷，再搭配做肩颈的按摩。那刚洗完脸，现在就是帮他做注氧，帮颈部注入氧气，因为如果皮肤缺氧的话，容易蜡黄，然后暗沉。那我们这个都是用水苏水精华跟玫瑰纯露，玫瑰纯露的保湿效果是最好的。刚上完奇迹精华油，然后帮小姐刮一下眼睛。这刮起来感觉很舒服哎，很舒服吗？有些客人说很酸。你其实很爱皱眉头，对，你这边都很。这个是动力光，它很多种光线，还有珠。那它的用处就是净化我们整个颅腔，眼睛看起来比较清楚，就是因为有刮一下，然后头也会觉得比较轻。哦，很舒服啊。那我有变帅吗？没有，看越看越清楚。越看越清楚，所以越来越丑。干嘛这样子？就是有一点黑黑的那个暗沉都不见了，真的还不错啊。肩颈都放松了，而且做到睡着哎，很少做按摩做到睡着。享受一下人生，真的还蛮真的爽，而且他现在有在做特惠价，
这位叫你做多少？十堂多少？一万块。十堂一万，一堂才一千。我觉得很有价值。这茶叶蛋超级香的，可以吃到整颗蛋的营养。这个杏仁茶好香，好好喝，我喜欢这种口感，就是感觉上有点渣渣的感觉。这是原味杏仁的凉鸭棒，好吃，全素的。优惠到12月31日而已，我觉得可以买，真的啦。这结论就是什么？结论就是可以再买十堂就对了。这位地方妈妈觉得还 OK 吗 ？OK， 很好，非常好。推吗？大推，推起来，推起来，可以叫阿嬷来。